每晚七点半夜灯初亮，我们才将忙碌收藏。大街和小巷饭菜的香，才是真的比心收藏每段爱的篇慢点吃，这还好多呢。你想吃点啊，我一个人吃都没劲儿。干杯，谢了啊。你是不知道，自从我妈让我减脂之后，我就再也没吃过一顿好的。我今天要再不来顿烤串，我真是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了。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其实吧，我还挺羡慕你的。羡慕我？别逗了。我说真的，虽然你妈妈生病了，但至少你们还能待在一起。不像我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不在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汤姆斯，我刚知道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妈都已经走了很久了，我都习惯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提起你的伤心事。纪念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次能邀请我加入，我真的觉得特别有意义。有时候甚至觉得，如果能帮你完成这件事情，就好像我妈妈也在一样。汤姆斯，谢谢你。纪念，纪念。你在吗？其实吧，我之前觉得你情商挺低的，但是今天觉得。
你情商还是挺高的，只是我之前没有那么了解你，不过今天我也觉得更了解你了。那都怪我爸和我爷爷，他俩一个是科学家，一个是工程师，才把我养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觉得你挺好的呀，又简单又纯粹。在我心里，你也一样。就到厨房来找你，结果你也不在厨房。我想你最近吃减脂餐吃腻了，给你做个砂锅粥补一补。可是这里没有砂锅，只有高压锅，结果就吓死我了。亚萍姐，谢谢你，对不起，没事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到一块儿了？我就是路过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路过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总是接不住球吗？是因为你预判不准，球过来的时候你着急忙慌的躲，可是最重要的是分析和预判，上旋球、下旋球还是长球，接法完全不同。再来，
宋教练，我觉得有人蓄意搞破坏。不仅我们训练用的器械被动了手脚，就连训练用的乒乓球也被扎了针眼儿。是吗？有这样的事？岂有此理！这些个运动员训练的时候偷奸耍滑，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他。教练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像是运动员干的。你想啊，那运动员怎么能干出有损体育精神的事儿呢？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你觉得这是什么人干的呢？后勤部的小谭，我注意他很久了。谭不思，只有他有这个机会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也觉得这个小谭十分可疑。这个谭不思啊，不仅蓄意破坏、干扰正常的训练，他还骚扰陈纪念。关键是纪念好像被他还带偏了，训练的时候两个人眉目传情。眉目传情，真的吗？我也只是怀疑。不用怀疑了，这小子惦记我闺女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就在看香港回归的那天啊。啊？当天他就向我坦白了，说他喜欢我闺女好久了。我真是没有想到啊，这才几天呀，单相思怎么就成了两情相悦了呢？这如果在平时谈个恋爱也没啥，可是纪念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，正是训练最关键的时刻，这谈恋爱耽误出成绩呀。不行，倪总，我现在就去问清楚，立即把他开除。哎，别，教练，我也是猜测，万一这不是小谭干的呢？万一两个人是清清白白的呢？我们也不能随便冤枉别人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妙计。说，你干什么？我屋子漏水，这两天得跟你这儿挤挤。我这单人床挤不下吧？所以，我早有准备。准备好了吗？时刻准备着。叔，哎，叔，哎，你干啥呢？嘿，哎呀，我搭帐篷啊。这帐篷您睡有点小吗？是小啊，可不是我睡，你睡。啊，我睡床。亚斌姐，我帮你洗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哎，纪念，你跟那个后勤部的小谭熟吗？不熟啊，怎么突然提他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他怪怪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他要是影响你训练，你别怕，随时来找我。
臭小子，看你往哪儿跑！咱俩的事儿，你先说。咱俩的事儿好像被你爸发现了，他今天莫名其妙搬到我宿舍，想要跟我一起睡。怪不得我妈最近也老神神秘秘的。那这事儿你怎么想？发现就发现呗，都成年人了，凭什么不让谈恋爱？你爸倒没什么。主要是你妈，她现在一门心思让你训练，到时候发现你在谈恋爱，那不得跟你急啊！小子居然演上了，闺女可不能上他当啊！那你说怎么办？要不然，咱俩最近就先别见了，反正至少别撞我妈枪口上。对了，那乒乓球你最近也别扎眼了，我妈都该起疑心了。纪念，我都听你的。我的有什么用啊？我最近压力特别大，我再给我压力，我整个人就是一气球，我就得爆了。早就想到了，所以咱们打一架吧，让你放松放松。不是吧，你这幼不幼稚？天空，你我在人海中，张开手等待着真心相拥。被遗忘的时空，藏在沉默背后。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，莫名其妙的就让这小子给拐跑了。这闺女居然还有心跟人家滋水玩。你不要解释，我们俩看得清清楚楚。叔，你听我说，我跟纪念……你闭嘴！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别招惹我闺女，我的话在你这儿不好使啊！啊，不是，爸，这事儿不怪汤姆斯，之前就是个意外，今天也是个意外。意外？我看是我和你雅萍姐的出现是意外吧？外，爸，我这段时间训练挺不容易的，我压力也真的挺大的。我跟谭慕斯又在这里解解压，你们至于吗？
纪念，我知道你训练很苦，压力也很大，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想不想好好打乒乓球？想不想进国家队？我想啊。你既然想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我不就谈个恋爱吗？都成年人了，谈恋爱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不喜欢陈长海啊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可能这辈子再也遇不到像长海对我这么好的人了。我拒绝他，是因为乒乓球是我的梦。我即便要接受他，我也要实现我的梦以后。可是我的运气太差了，之前莫名其妙的就晕倒了，这次又是腿伤，每到最关键的时候我都出状况，你知道那种感觉有多糟糕？你不理解，就像你现在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谈情说爱上一样，你眼里不在意的机会是别人做梦都想得到的。以前我看好你，我觉得你很有潜质，是颗好苗子，虽然你的基础很差，但是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能实现愿望的。可是你呢，陈纪念，你为了偷懒儿居然在乒乓球上动手脚，你哪怕是在这里待上一天，你都是一名运动员，你都不能做有损运动员品格的事情，这是作为一名运动员最起码的底线，你懂吗？我也不跟你说，说了你也不会懂，就当我看错人了。亚萍姐，瞧把你妈气的，办公室等我。亚萍，爸，我妈她没事吧？你让她缓缓吧，这两天你别再刺激她就行了。你谭不思，我劝你明天就离开基地，以后不许你再招惹我闺女。爸，纪念，说实话，这段时间啊，你受苦了，受委屈了，爸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真的。但是你妈说的也对呀，你无论怎么偷懒，也不能在她最爱的乒乓球上做手脚啊。虽然说这个基地是我装修出来的，是假的，可我告诉你，这儿的氛围和你爸你妈年轻的时候拼搏过的地方那是一样一样的。你看看你妈，你看看她是多么多么的认真对待这一切，她坚守自己的体育精神，你不感动吗？爸爸被你妈感动的都不行不行的了。爸，我错了。怎么办？你说现在怎么办？你妈是我老婆，你是我闺女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你让爸怎么办？我说实话，让你演一个专业运动员还要骗过你妈，真的是委屈你。干脆算了，这件事就算了，解散了。明天爸去找张医生，我就不信了，他一个留学回来的大博士，他一定会有其他方法治好你妈。姐呀，爸，我都说我知道错了，我就给我妈赔礼道歉，我接下来一定会端正态度，我们一定可以治好我妈的。真的？真委屈你了，爸心疼你啊。
亚萍姐，我知道你可能还醒着呢，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，之前确实是我不好，以后我一定好好训练，端正态度。你要是不想理我，那我就先去训练了。为了不再让我妈伤心，也为了让我妈能真的尽快痊愈，我决定从现在起不当导演，也不再演戏了，而是认认真真的做一个运动员。咱们回去吧，你先走吧，我再练。先走点啊，拜拜拜。这个药你拿去，能缓解疼痛。谢谢。
你这样练是没有用的，要练就绑上沙袋练，这样撤掉沙袋之后步子才能变轻盈。沙袋我明天拿给你吧。那这个意思是原谅我了？我可没说我原谅你哦。我都已经承认错误了，你就大人有大量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呗。谁知道给你机会你珍不珍惜？我当然珍惜了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训练，绝不偷懒，更不会三心二意让你伤心了。纪念，那咱们说好了啊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拼一把。嗯。拼一把。大哥。纪念，你确定要把剧本改成这样吗？这样改不仅会凭空增加难度，而且周期也会被拉长。对啊，时间久了，那些请来的群众演员也会扛不住啊。而且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准备，你的身体真的吃得消吗？闺女，咱可不能一时冲动。你们说的呢，我其实都想过了。我也明白，如果我这次靠真刀真枪打这场比赛，一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，而且结果也会变得不可控。但是这段时间跟我妈妈一块相处，我好像忽然能理解她为什么会生这个病，我也越来越能感受到她一直想要坚守的是什么。所以这次我还是想靠自己的实力去打这场比赛，这也是我跟我妈妈之间的约定。你去跟我干妈说一声，我要靠自己的实力跟他的队员打一场。我们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。吃火锅去吧，走呗。嗯，今天就训练这三个落点，开始吧。看到了吗？继续。可能是母女连心吧。嗯，好很多。在我妈的调教下，我好像突然就开窍了，打得也越来越好。靠近比赛的日子，我的心里就越来越慌。
喝口水吧。谢谢杨经理。我知道你压力大，运动员比的不仅仅是技术，还有心理。如果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承受不住压力了，那到比赛的时候你真的没有赢的可能了。通常我们会遇到比自己更强的对手，面对这样的对手，一味的打拉锯战是没有制胜的可能的。要想赢，只能出奇制胜。出奇制胜？以你现在的技术，想要在对手发球的时候占便宜很难，所以你要想尽办法发对手不熟悉的球，抢攻搏杀，这样你就能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我能发什么对手不熟悉的球啊？雅萍姐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看球，这招高抛发球看起来简单，但实际上蕴含了很多的变化。你如果觉得它很常见，贸然接球势必接球质量不高，就会造成失误。这时候我在抢攻搏杀，自然就能得分。怎么样？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再来。今天的选拔赛，郭教练会根据各位循环赛的成绩，最终确定择优进入国家队的人选。大家加油！选拔赛开始。这局打得不错，稳住，后面有机会，好吧？嗯，加油，加油！
相依，放开，去往千山千水之外，扬起风帆，同舟路上有暴雨狂澜，徐徐前行，撞击碎出一朵朵绚烂，如巨闪电，驱散迷雾，投入无尽蔚蓝。巨轮一起航，驶向千年万年之外，天涯沧海，每朵浪花都一样澎湃。雨已倾盆，星光和海鸥一样自在，乘风是浪，奔向无尽的未来。海风追海浪，青春逐梦想，翻越山川，起伏跌宕，心更有力，更坚强，涓流汇成海，飓风掀起每一双手逐逐的辉煌，那是光荣与梦的交响。海风吹海浪，青春逐梦想，翻越山川，起伏跌宕，心更有力，更坚强，风掀起浪，每一双手